子英，快！子英。后宫他们呢？恒娥，恒娥被抓了。后宫，后宫他们凶多吉少。快，我们去援助后宫。走，回来。楚国此次行动失败，就按我们商定的去做。不，这太残酷了。做好你自己的事。是。后宫另有安排。扶他起来。嫦儿，你永远不了解我对你的良苦用心。你原本不应该面对这一切，最害怕面对的这一天终于来了。绝境，失败，誓言，信仰，背叛，杀戮，伪装，耻辱。恒娥，嫦儿，最惨烈的考验就要开始，这是唯一的选择，也是最残酷的选择。就从我开始吧。报告大人，有个自称史太昊的人要见你。谁？史太昊？史太昊已经没有出路了，他来是要跟你谈判的。我们姑且听听他能拿什么来做筹码吧。太后参见姬成大人。史太昊，你自作聪明，以为用子布来做饵就能诓骗我们入局，现在你的图谋已然失败，恒娥也在我手中，你还能做些什么呢？太后有大礼送给姬成大人。哦，那我倒要听听，你有什么大礼能换回你女儿的性命啊？救出王禅。史太昊啊，史太昊，你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呢。可是我又如何知道你相赠的诚意？太后劳矣，这次我输得心服口服。我只有恒娥这一个女儿，她是老夫的命根子。你不是挖空心思一直在寻找我们的首领姬元博大人吗？他就在这里。这已经不重要了，现在对老夫而言，没有什么能比女儿的性命更重要了。好了，恒娥能否活命，还是待你把礼物送来再说。请回吧。诺。老夫告退。
史太昊救女心切，却又似别有所图。那我们礼物照收，静观其变。子布现在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就让他的一腔热血流干了吧。